接里头，看这活儿，接里头就蛮多的。这大哥这活儿多。哦。哎呀，这接里头这活儿就做的漂亮。哎呀，这沟里还多。画点，画点，画点。嗯，画。画点油，这。哦。 这都还长着花儿呢，那个。你看这果子，你连长着。行嘞。小果。小果子。小果子就是小大哥当棚的果。小啥果？啊，小啥果。嗯。这会儿种的时候，这籽儿都是自己找的。自己找的籽儿。啊。嗯。这对于这个种花还研究了。 那研究就种，天天捣鼓，天天有点兴趣。就是这个西瓜花就喜欢花嘛。啊，就喜欢老喜欢捣鼓。这花儿都种成花儿也自己想有点说法。没有说法，这个就看哪样好看，哪样就种。啊，这花儿都品种不一样吧？不一样，一共二十来个种嘞。哦，二十来种了。嗯，二十来个花儿，这也需要浇水。 浇水，嗯，这花儿都种了，好浇水。这花儿种多好啊！二十多种花儿，这个总共。嗯。每天就没得干，就浇点水，那这玩意儿就浇点。这个浇啥花儿啊？这个这那叫好，西番莲。这平时也种点地。种二十亩地。啊，种二十亩地。业余时间就是种花。 没得干了，推不到，不干那个干活去了，像种点花儿一样的。这也是个集团。嗯，反正没得干。这农村活儿是不是天天农的也挺快乐的？嗯，反正没得干就捣鼓点，捣鼓点。这捣鼓就给他姐姐差交交税。啊，这今年怎么刚给国家给6000块钱？啊，6000块钱连娃还了。啊，娃还。吃了5000多，有点凑合了。啊，这花挺好。嗯，这给了6000。 这娃花，这5000块钱一根连，挺5000，连放放放放。啊，这脑子这有点挺利索的。嗯，没得干，就在捣鼓。嗯，种花儿，这花儿还20多种。嗯嗯，这每年都种，是今年种最多。今年这往年种少。啊，往年有花，往年就有点这个大手细花，破烂里头，啊，里头有那个花。啊，看着不一样。啊，看看你看，有这个。 这原来就有点这种大手细花这个。哦，这里头种点菜啥的。这是个啥了？这茴香。啊，茴香长这么大？这是茴香，那小的这菠菜。啊，这还有小辣椒。啊，菜也不种不少啊。辣椒那不是有那个苦苣？啊，苦苣，辣椒。挂有西红柿啊。啊，这苦料里种的。啊，这是苦料也是种的满满的。种菜有菠菜。 有西红柿、苦苣，啊，挂，嗯，这里头，啊，这里头种的，这是你看有挂，哎，有没卖的，这西红柿啊什么的，这都是，那两个一个梨树，一个小果树，啊，一个梨树，一个小果树，啊，嗯。